sypię na ostatniego p***a! Iron Man 喺上集 Infinity War 度上咗太空，生死未卜。不过大家唔使惊，因为佢嚟咗揾我啊！喺睇 Avengers 4 Endgame 之前，梗系要同我男神 Iron Man 培养下感情啦。佢好爱我噶，仲好听我话添。同我杀死 Thanos 呢个 X 啊！哈哈，打开头盔可以见到自己个样，就系呢只 Iron Man 最过瘾嘅地方啦。可以喺 App 度 set 唔同指令，播唔同录音或者影像。提提大家，录音嗰阵个头如果喐得太劲，就好易 fail 噶啦。太空之前一飞冲天，反应只系做俾有预设 program 嘅人。唔好睇佢好似熄咗机咁啊，其实佢仲俾到反应噶。我就系 Thanos。在境界模式有三个不同的方法可以启动静止状态的 Iron Man， 记得 set 好动作之后要按启动境界模式啊。不单止这样，在自动设计程式那里 preset 还可以将它的动作整得复杂一点。这只 Iron Man 都真的挺正的，不是完全任你点想它跳楼得咯，因为佢脚底有 IR sensor， 知道有危险会褪后噶。想终止对 Iron Man 任何指令，其实可以温柔啲，将手掌放喺佢个头度，得得，咁就顺服咗啦。而家啲机械人玩具咧，好似当咗 AR 系 basic 嘢咁，呢一只 Iron Man 都唔例外噶。不过要成功配对到佢做 AR 任务，真系要啲时间。Building environment. Bình tâm 而论, này chỉ Iron Man 好玩嘅地方唔系佢嘅 AR game， 而系佢可以录音录影。你想 Iron Man 讲乜都得。如果可以录晒所有音，送俾我朋友做礼物，应该会几搞笑。生活樂科技 Anwar-K。